刘仁豪给到拖车进来的阿提诺，大转身，哎呦哇！这个用力的一拍，拍了广告的 LED 板，最后在裁判面前好像被插踢了。这个球啊，阿提诺其实应该也不是说抗议或什么，他单纯气自己今天的表现不好。而且他这个，他觉得该进没进、啊。对。他倒不是认为犯规，他是气自己啊。是是，刚才那个板子后面都是特工的工作人员，是，也是种下马威。而且正好是在裁判的面前做这个动作，所以，其实对、这个、这时候不吹，其实裁判也不行，不必要的，对不对？阿蒂娜的发泄，对。不过这技术犯规的罚球，特工这边也没有罚进。